那我们这次的小小主厨体验营的部分，我们是以姜饼屋制作的过程，然后让小朋友有一个不一样的圣诞节。排队一下再签名啊！好，排队一下。后面再请。好，那我们坐一下。我们准备开展了。那这次我们姜饼屋的反应真的很热烈，那在一二月的部分我们会持续的做姜饼屋的活动之外，那我们明年度在每个月都会做不一样的小小主厨活动。